消息里紧张行情把到底一眼微笑，抬头听说手要别尖叫，胸口怪鸟跳。用教练团演出主题曲《你最最最重要》拉开舞台的序曲，创造营2020正式开播。宋茜、鹿晗、黄子韬与毛不易四位教练在101位学员前展现专业，率先演出。我们是创造营2020教练团。我觉得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两个人一起跳舞了，在台上。是的。其实这还好，就是我没有想到，就非要跟他在一块跳这个女团舞。对对对，我也没想到。本来由于这辈子我都不会跟女团舞有什么关系了。所以觉得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就跳着我也特别的感觉。感受到幸福，很欢乐哈，很有元气，很有活力。除了四位教练之外，大张伟也特别现身担任首次评级的特派教练。而在开播这天，碰巧是黄子韬27岁生日，学员们突来的惊喜庆生让他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不要因为我从来都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过生日的人，真的。这是我应该。